Bonjour， 大家好，我叫 Victor， 欢迎收看清大边缘人的一天这支影片。那今天时间是3月30号。那会想要创这个频道，是因为前阵子看了 The Dodo Man 嘟嘟人的影片，然后受到启发，因此便希望向嘟嘟人看齐，然后勇敢跳出舒适圈，做一些自己以前不敢做的事情来成长。那等一下，我要去准备去上课了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现在时间已经是下午6:40了，那我等下打算去学餐吃饭，然后吃完之后去我们学校的总图去念书。作为一个边缘人，或一个人去念书也是合情合理的。漫长的一天总算结束了。虽然制作这支影片是个艰辛的过程，但假如这支影片能够对部分观众有正向的影响的话，那我想我所付出的汗水与努力也就都值得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那假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欢迎订阅这个频道以及按赞或留言。我们下回见。